这不像个人呢。但是可冲，好吧，可冲。等我调一下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众志成城，我们是阿瓦罗萨人。阿瓦罗萨，你面对着寒冰血脉。我跟你说啊，那对面是机器人辅助，很有可能就要在野区给你来一发。全军出击。那圣枪游侠怎么回事？当我念起阿瓦雷萨，你看我说啥来着？哎呦，怎么我跟着奥恩一块儿啊？我辅助啊，那俺俩都出工资庄，谁补刀啊？玩呢？这家伙给我擅自做决定啊！哎，还行，有成效啊。啊，不那意思。你也补刀啊，你也补，你也补，那这把我就不抠了。好顶，没蓝了，回家了。你也补刀吧。哎呀，真够呛啊。先来个这个吧，钱不够咋办？好难受啊！刚才女神之泪钱不够出的，300、460，差40块钱。一会儿回家再卖了吧。顶。套续做来，少个技能，哎呦我操，哎呀有点难呐、啊、这波顶兵干属实不应该啊、哦、兄弟，而且小黄毛散了，关键他少个技能你知道吧。奥恩右一点应该能行。
打扮了一下，等我回家出女神之泪的。这机器人就像有精神病似的，蒸汽机器人就是不让回家，是吧？那咱就别回。这怎么还没有辅助清兵规则呢？出来了，这波兵补完走吧。这得赶紧卖了这工资装。赶紧回家，赶紧回家，赶紧回家。你有病是吧？你有病，你能不能去治一治？哎呦我操！来人了，这打不死，死了得了吧？那正好回家了，挺好。怎么往左边闪呢？赶紧把这卖了。022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不会再死一次，因为我有女神之泪了。不可能有人能进得了我的身儿，你知道吧？扭一下，不去了，慢慢耗。三级 W 八秒一个，吸地还是有点长啊。勾引一波啊！勾引成功，上当了！你要杀我呀？杀机器人啊！我死就死吧，那这勾引成功了都。这么猛吗？小山羊，那不勾引成功了吗？那对面两个人不上当了吗？哎，这他妈也能死了，我天！所以我也将战斗，我也将赴死。又给一个，简直了呀！人家魔宗了。我升了啊！等奥恩大招，我们可以打。看看小黄毛往不往这个墙墩上靠啊！
是弗雷尔卓德人，家人和部族就是不屑。那奥恩没有大呀，关键是。E 呀、啊，早不 E。机器人没被我那个，没被我那个给炸到。奥恩来了！呀！哎呀！哎呀！跟我比远程 poke 啊！可笑！真是有够好笑的。快跑快跑，你快跑，你就别管我了好吧。那飞过来个人咱就死行不行。哎，这梦魇从哪飞的，我天哪。哎，他从河道飞的，那赵信刚搁那打河蟹，我心没有人呢。太难了，这个出完赶紧啊、哦、先出个这个。奥恩不死了吗？救不上，尽力了，好吧，尽力了。我在你后边，兄弟。那赵信我就没见过这赵信的人。头一回见着赵信的人，头一回。落地，给个人头啊！梦魇呢？他们家到底梦魇打野还是西丫子打野呀？那梦魇为什么就补了50个刀也不补刀呢？这人。有什么点信号的？我不玩死他！
我这破克能力不行啊。来呀、啊！中！来，把那小黄毛杀了去。来，来来来来来，我用我的命在这勾引。大波扣。兄弟们，我肯定是不行了，这个你们去吧。咱来了个这个啊，来个夜印之风，这样就不太会死了。我们这把是夜印之风配黑切香炉加板甲。本来我是要打辅助的，硬给我干 AD 去了，硬让我打 ADC。这哪好意思？中，填这个，好样的。打不溜一下，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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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不溜一下。不要害怕，藏在我身后。好顶，杀机器人 ，nice。咱就不上去留人了啊，不好留着。少了机器人，我们就不会被开了啊。靠你，好踢，好送。哎呦！你飞那炉仙不行吗？你像个精神病似的，欠过你钱呢？你飞那炉仙不行吗？布甲还黑切，大面具更疼，出大面具啊。我们必须得出点保命装了，这。哎呀，刚才没给我救下来，确实有点难受。God-like。走，这
哎呀，这太难受了，这从哪屁股后边走过来个瞎子？还是得跟着队友啊，跟着队友，这不行，这老愿意搁后边钻的能行吗？我发现他们老乐意杀我，你说你杀我干啥呀？我又不是说那种特别虚区特别高的人，那后续虚区那卢仙都两件套了，那赵信7-0，你不杀这俩玩意儿呢，硬踢我呀。上波也是，上波那瞎子盯着我踢，不就 poke 了两波吗？真是的，那还不让人 poke 了， poke 的又不疼，真的是。我中，漂亮兄弟们，拿下！你看那赵信都无敌了，打个团没掉血，卢仙却死了。哎，哎，我太难了，赵信呢？杀赵信呐！杀赵信呐！赵信搁哪儿呢？操他娘的，这德邦总管啊！有个夜印之风也无法避免我们的死亡，算了，死死吧。要不说这把就出个板甲呢，你说是不是？要不我就寻思不行，来个板甲，跑得又快又不容易死，我这多出点右装我觉得行。谢谢啊，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死一次，就因为你这个红。有蓝没？把蓝拿了，我磨切了。杀赵信，我肯定不认识的。哎，谁敢上车呀？这，你这不灵车吗？哎哎哎哎哎哎哎，拜拜。哎，哎，
我要开大了啊！我要射了，我射。符文法师，哎，哎嘿。嗯，啊，木木死的惨呢，我吃个血瓶，实在是没有加血了，尽力了。目前打人有点挂傻，没有黑棋。哎，我1800点蓝打的我没蓝了，想想吧，打了多少个 W？ 兄弟，我黑切了呀，差100块钱，把中塔推了吧就够了。然后把红打了去，好，回家，这回就不刮痧了啊，刚才还是有点刮的，刮的也比较正常，毕竟俺们也不是那 ADC， 也没发育好到哪去。来个黑切，群体肩甲，打你一次不疼，两次疼不疼？两次不疼，三次疼不疼？三次不疼，四次疼不疼？四次不疼，五次疼不疼？五次不疼，六次疼不疼？六次不疼，七次疼不疼？八次疼不疼？疼不疼？哎。我们以次数来弥补我们伤害的缺失，给你们扫一波。哎，哎，上当了，好吧，就是有点受不了了，我的硬盘子中。哎。飞个鸟 W 一下，再 W 一下，跑了，跑就跑了吧。对面这梦魇就这种发育，要切死我还是费点劲的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上当了。哎，我的部族将为北境的，中。上当了。哎哎哎哎哎 nice， 哎，光头让我围住了，快快快快快，哎哎回家。哎，
哎，你就跟我晃悠，对，来，拜拜，溜了。哎，还追呀？追对，哎，对，硬追啊，就追，对，追，来来，快快快快快，救一下救一下队友呢！那小光头刚才为什么不过来呀？哎呦！刚才咋没来呢？咋不过来呢？放生我了啊，有点儿。攻击力其实还可以，你知道吗？中！中了，拿下。我要再来把辅助寒冰，啥也别说了，兄弟们，我得再来把辅助寒冰。我这把玩的不爽，我要再来。